各位红的乡亲，大家好。我姓陈，叫陈信行，现在在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书。我来到红的时阵是1988年1月，迄年我19岁。为迄当阵开始，一年过过一年，阮一代过一代的学生来到红的遮，是为着来遮受大家的教育。你若想要知影讲啥物叫做台湾的无公平，来到后下遮你闻到迄个气味，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无公平。所以受到遮个教育以后，阮转去家己的学校，转去家己的所在，用家己的方法，尽量为咱这块土地、咱这人民做一寡代志。遮是真正是当初后下给咱教育的，所以今仔日阮以这种转来后头厝的心情来遮，参大家做伙欢喜。彼当阵，阮是想讲，25年后，1990年时阵，侯伯村甲咱讲讲，起红的即个五轻以后，25年后就会拆掉。阮想讲，太有可能，这一定是一个骗局，因为咱无可能挡25年。今仔日，咱真欢喜，徛伫遮看到迄边的燃烧塔已经无伫烧啊，这是真正是过去70冬。三代的人无法度想象的代志，竟然迄个燃烧塔无伫烧，竟然迄个臭味无过来。我相信这是咱后下乡亲25年来的坚持，甲咱全台湾的人民，互咱的一个教育，知影讲咱有非常法度，有法度坚持。所以，阮今仔日到这个25年来，到今仔日最后的一日，12点过，就是咱的时间。12点以前，就是要伫25年的内底，所以一分钟阮也袂困扰伊，一分钟阮嘛无通予伊，因为呢，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予伊25年，25年呢，你敢无想要做？无想要做，你今仔日来讲有对需要，对需要，对这点，阮绝对无法当容忍这个代志，25年唔是25个月啊。啊，是25日啊！这个伊敢唔做王，这个要来敢拖这个时间，阮是袂当容忍。对这个代志吼，伊即爿在讲要做，管线得要过楼咧。如果五轻要做，真正有民生的问题，啊，是有国防战备的问题爱用油，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，无应该是。中油说了算，不是中油安尼讲，就算是应该是中央主管机关、经济部、国防部爱来甲咱所有后的住民爱甲咱说明。但是我伫遮要甲咱所有后的部落报告，12月17日，经济部两位处长。有来拜访高雄市政府，市政府真具体来表达咱地方的抗议，要求行政院要承担，经济部、国防部要讲话，必须要让后下人清楚了解，就是讲25年前是行政院伫遐正式发函，25年后。嘛是应该爱行政院正式发函来承担应该爱负责的政治责任。政府的明确要求中油爱负起责任，爱运用分级分区，爱用模组化这款的方式来加速来执行，绝对无同意讲。所有政治的时间要超过20冬，这我们无同意。未来土地要安怎规划？咱支持生态富裕这款的方向。咱嘛要要求中油必须要甲地方
咱的红岩湖路充分交通，市政府所有的资源嘛一定会公开透明，所以讲绝对袂予咱红岩人过去二十几年的乌箱黑箱，今仔日正式完成，犹阁依然黑箱，市政府会甲红岩湖路协助会。各位现场的朋友，我其实是抱着一个感谢的心来这边参加这个跨年晚会，谢谢后进的乡亲努力了28年带给台湾这块土地的礼物，非常非常了不起，谢谢你们，真的是来过来跟大家说声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这一路上曾经为这个运动付出过的所有的朋友，谢谢，非常谢谢。下一首歌叫《拜请保生大帝》，是在写五清的运动，写当时的抗争。我们在九月底的时候，曾经来后进录音，在后进社会福利基金会，好像是 B 栋的五楼的教室，请李玉坤先生帮我们录唱片里面这一段。那其实录得非常非常的好啊，结果没有想到就是李玉坤先生在这个月初已经过世了，好啊，其实心里是很不舍。我觉得我接触后进的长辈，我觉得好了不起哦，我觉得你们后进人好了不起，你们可以把这个运动一直做到现在28年持续的在做，我觉得是在台湾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今天也唱这首歌《拜请保生大帝》，也是送给李玉坤先生的一个算是一个礼物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